一夜入冬，进入到速冻模式的我们呢，前一天还穿着秋装，今天就要加了秋裤了。那这天气一冷呢，资深吃货们都会想着同一件事儿，那就是我的双打菜是不是可以上市了？俗话说啊，这双打的茄子蔫了，不光是茄子，还有黄瓜、豆角等等，在被双打之后呢，都变得蔫不拉几的。但是呢，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双打的青菜格外甜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么多年了，还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呐。今天我们就来浅聊一下这其中的因为所以科学道理。其实这个双打菜呢，没有一个指定的范围，说白了呢，就是入冬之后被霜雪打过的一波蔬菜。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被寒霜打了个波的蔬菜。那为什么霜打的蔬菜会变得更甜呢？是因为啊，它们启动了自身的防冻保护模式，用糖水冰点滴来保护自己。那以青菜为例的话呢，它本身还有淀粉，但是呢，淀粉呢它是不甜的，也不易溶于水。但霜打之后呢，青菜里的淀粉就会被降解变成蔗糖、葡萄糖和果糖等等。那葡萄糖是易溶于水的，青菜的细胞液当中有了适当的糖分之后，就能够增加自身的抗冻性，不易被冻坏。植物选择产生大量的可溶性糖和氨基酸，从而降低细胞内的溶液的冰点，这就是如同下雪之后撒盐来溶雪的道理啊，这是一样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霜降之后的青菜口感更好，这就是霜打菜自带甜味的秘密。当然了，也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霜打之后都能够变甜的，像一些抗寒性比较差的蔬菜，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茄子、豆角，还有西红柿、辣椒，受冻之后啊，它容易发皱发蔫。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，京东最强寒潮送来的盐霜是不是还挺让人期盼的呢？